早安，我在等我的 brother 来接我去吃早餐。今天早上好像要下雨哦。马来西亚国花，大红花。多久没看到大红花了？这是我种的宝金花，好美嘞！吃早餐喽！今天要去传奇吃点心。来传奇喝咖喝茶，吃早餐。传奇点心。今天是星期四，生意还不错。就三样而已。自己带来两包饭，哈哈。哇，这个很大力啊！这三碟是大的，五块、六块半的、七块的。大力啊，这个里面好多虾。这也是虾。吃完了，很饱哦。地址在这里啊，传奇的地址，来看看我们吃多少钱，21块马币，吃饱喽，巴力巴力，我们来麦将布布寄货，要在巴士号下货，下完货过后要去本马当丁义喝咖啡喽，在这里下货，下完货去马当丁义喝咖啡。巴士号下完货了，现在要去本马达丁去。你喝咖啡，顺便去载我布拉德一起。去接布拉德去马达丁去喝咖啡。这里就是本马达丁去了。前面这边有玻璃啊，刚才我经过看到有警察。这边有玻璃，看到吗？找刺啊！哇，一下车就嗅到了那个炒粿条的味道。老姨炒粿条，看到我来喝咖啡，看到警察，是啊，看到吗？警察在那边，这边的我知道了，刚刚刚刚有了，来锅渣比烧，好料啊，不错哎，讲的没转的没得走啊，对，这我就去买喽，他们票买，这么有点热啊，老姨炒粿条啦，这王家珍已经不要我们真的主戏嘛。啊、就有有钱安排，然后又差价，好渣逼啊！清巴佬啊妈的，哎，可能前面的是吧？你看那个咖啡好料，点到一点四，一几多就吃饱喽。现在要去大三角。巴萨，今天天气很好哦，今天天气很热很热。
大三角不上班啦，这是大三角的医院，这里直直下去就是大三角的城市，大三角的小街，这是老街场老街，大四爷就在左手边，我们过去大四爷那边拍拍。大三角的大四爷是全马最著名的，这里也是很难找停车位，这里就是被攻占了，大四爷就是大四爷，我们来拜拜了，很难找parking啊，这里很难找parking，难找parking，这么巧给我一个位置啊，太好了，喝苦茶王老子，一杯一块钱，这里是北港城，好多人吃东西啊，大四爷，大三角的大四爷，在准备中啊，到时候这里做歌台，今天才七月初二，这里应该是在七月十五的时候很旺，好多人啊，这里大四爷，大三角的大四爷，先给你们看看先，改天我再来拍，多几天再来拍，人多的时候。卖烧肉，大三角不公正，厕所是在后面，
啊，就那个烧鸭。那些老家，老家的后面有烧鸭。我们叫老家小的。巴黎要两块钱了，对不对？老家好料啊！这老家六块钱，好多花生啊！你花生大大粒哦，花生很大粒哦。嗯，好吃哦。那个小汤匙吃它的花生和酱，看看，哇，小汤匙好料啊！小汤匙咬花生啊，这楼价很好吃啊，花生够，生意很好啊，那么多世界人买。小汤匙的用处就是拿花生。哇，这里有其他的一番呢，吃饱喽。这是以前的 shopping center， 很久了的，已经变成这样了。shopping center 已经关掉了。这里有著名的米粉，好多人打包，我们也来打包，打包回去给老弟吃，就在老朋友饮食中心对面。看一下是卖什么东西的。OK， 搞定，打包好了，我回家，回国了。我又来跑步喽，今天好多人跑步啊。今天我在古林跑步，明天我要在新加坡跑步，明天我要去新加坡的 Carabin Reflection 那边跑步，那边跑步比较爽。哇，今天太阳好美，四方形的太阳。哇，又钓到鱼了啊！太阳已经下去了，我也差不多要回家了，好美啊。哇，好美啊，好美，跑完步了，来享受一下美景，美丽的天空，站在这里看一下美丽的天空。明天就要去看新加坡的天空了，希望新加坡的天空比这里还要美。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新加坡的美丽的天空，夕阳没有了，太阳回家了，我也差不多要回家喽。哇，风吹来好爽啊，这里好舒服啊。是不是很美啊，这天空，哇，太美了。
这些赤衣鸟还不回家，还在找饮食找美食，哈哈。再美也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没有人喽，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，晚安。今晚要早点睡觉，明天一早要去新加坡找美食哦。晚安，晚安。